今天是二零二零年的1月1日，新年的头一天，在中国叫做元旦。然后呢，中午来父母家吃个饭。哎呀，这两个主机我看着就愁啊。公安局今天休息嘞，我一开始打电话就是说他要是有人的话，开个车过来拉一下。我操，这公交站牌下了车，离公安局最起码还有一里地，没有一里地也得差不多了，得有个300-400米差不多。这玩意儿拎起来都有点沉，让你走个几百米，确实够费劲。哎呀，这天快黑了都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整啊？让我打个车，打个车得6块钱。哎，电动车，家里边也没电动车，有个电动车就好了。实在不行就打个车吧，就这吧，浪费点钱吧。花这边6块钱，短短大概我忽略计算一下，也就顶多300米，100米2块钱。哎呀，实在是没法啊！你要让我两个手拎着歇会儿，拎着歇会儿，到天黑了也送不到，没法啊，花钱了花钱吧。明天找老板报销呗，这事儿弄嘞。走，还得去网吧售后。